请问你怎么看待同学帮助受伤同学这件事？我作为现在的如今的半大学生，我们都应该做到互帮互助，这样才可以创造和谐社会。你是想说刚才背同学那个娃的事对吧？对。哦，还是可以。像这种人，对吧、啊？力所能及的是可以帮他弄一下。哎，小心车啊！哦、对，看吧，像我这样也是好心提示一下你，对吧？他一定是要注意形象。力所能及的是要帮一下别人，对吧？请问你怎么看待同学之间相互帮助这件事？我觉得同学之间，他们就像我们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，团结友爱，互相帮助。当你发生困难有问题的时候，就需要而自己无法完成，就需要你的同学、你的室友、你的家人去帮助你，因为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。Thank you.